张胜利吧，我赶时间呢。你要是没车、没房、没存款的话，那咱们就没必要谈。相亲我也就是走个过场。看出来了，我在北京有三套房，大连海边有一套海景别墅，车有4辆，存款2000万。都是父母给的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人真是不能貌相啊！那咱们聊聊以后的事儿吧。我对你的个人印象呢，还是挺好的。不过我父母着急说让我结婚，你看咱们要能说赶快结婚，哎，你就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提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就是房产证上要写上我的名字，以后的钱呢也要让我管。那都不是事儿。不过呢，我觉得，说咱要说决定在一起，互相坦诚那是最基本的。我这人呢，有一个毛病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我都包容你。也不能说算是毛病，就是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吧，我人特别喜欢吹牛逼。当然，我也不是张胜利，我叫顾天华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神经病。今天太开心了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家中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自制奶茶。相信很多小女孩呢，在夏天当中呢，一定会去选择啊什么什么奶茶，什么什么奶茶，就是因为奶茶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，特别好喝，是不是？那在家中呢，怎么样去制作它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一系列的动作啦。首先呢，大家记住这一点啊，就是奶。做奶茶一定要用红茶，因为绿茶呢，就是一个是颜色不对，二一个就是味道不一样。红茶是最好做奶茶的一个原材料之一。除了有红茶之外呢，我们先泡好，就是用热水把它泡出这个颜色来。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它牛奶。待会儿我们要用热牛奶，所以我们放到一边。还有呢，就是白砂糖，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了一小包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口味喜欢轻一点，就少放一点；如果重一点呢，就多放一点哦。还有就是玫瑰花，放到里面会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啊，很香啊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其实我自己想先试一下，先喝一下，但是我要给大家展示啊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这个牛奶放到微波炉当中加热一下。因为我们的茶包呢是一小包，所以呢牛奶呢就不要倒太多，不然的话会喧宾夺主。其实我们主要喝的是茶的味道。我们大概加热1分钟，位置在高火的位置，其实也用不到1分钟了，主要是想让它的热度跟这个泡茶包的这个热水的温度是一样的就行。我们在等牛奶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先把我们的玫瑰花放到这个茶杯当中，先让它泡一泡，一会儿呢就会有一个花开的缤纷场景啊。情境，我很期待这个过程，因为很好看。大概放3颗这个玫瑰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一起放到这个热水里面泡呢？就是因为希望茶香能够浓一点，这个玫瑰花不要这个味道盖过这个茶香，所以要后放。我们也准备了这个吸管，待会儿我们就是牛奶放进去的时候搅一搅，搅拌一下。让它的这个颜色能充分的融合到一起。好了，我们看到牛奶已经很热啦，热牛奶好了，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倒到这个茶杯当中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哎呀呀呀呀，放到这里。
们有没有看到放进去的时候这个颜色立即就变成奶茶的颜色了。搅拌一下。可以看颜色还有样子是不是和在外面买到的是一样的呢？怎么样，赶紧学起来吧。